又晴2021年离开了无线之后，签约了新经理人，成为了乐儿和日本 AV 女优滨崎真穗的师妹。又晴曾经透露未来会转型做 KOL， 并且转攻小朋友的市场。虽然目前的演出大大减少，不过她都没忘记更新社交平台，被粉丝知道自己的近况。日前又晴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几张出海玩的泳衣靓相，穿着粉红色比基尼的她，大酥纤腰和 fit 爆身形，瘦身成功的她搣甩了之前肥妹仔的形象，网民都大赞又晴蜕变成功，大赞她健康性感啊。